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我是尼亚斯。欢迎收看我不可拿铁频道，我是尼亚斯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哇，等一下要跑一波了。等一下我们的计划是什么？你要跟我同一台车吗？还是怎样？还是我们全部一人一台？看你啊，我都可以啊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上次我退学的观众真的觉得很好配对，全部看我就是看我们退学频道的人，全部。的观众都进得来，绝对都不用抢，还要空位一大堆，还可以邀请其他朋友。就告诉你们，像我们 Twitch 呢，我们算是刚开始经营啦，所以你们现在要抢这一波机会。我在等你跳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我不敢飙啊，我飙他们就知道啊。那我是队长是不是？对啊对啊，你看你要跳哪里？我知道哪里有车啊。在看天空啊。你们先抢车好了，因为我知道哪里有车，你们就不用管我。哦，你看到车了。哎，雅士，你有看到吗？你们看到没有？我在看太阳，我在看太阳。不要看太阳，你看下面那台车啊！你俩跟我走，你俩跟我走。等一下我们先闪。三单两用车吗？不是。我要三单两用车，我去拿他的三单两。不要拿一台啊！不要拿一台啊！你拿。我在水上。那前面有台啊！你去拿，你先飞过去啊！右边有台。啊。好，我先开这台吧。I wanna know 你行不行？我不行。你不行，我知道啊，我行啊。时间管理大师尼亚斯教你如何管理深夜时间。我现在的队友是叫单个没输的男人。我刚以为是单个没输过的真男人哎、欸，从来没输过。我的字典没有输。哎、欸，好多车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还有台那个哎、欸。字典里没有输过。我开老车哦，车速比较快，可以撞你。我们最近可以抢到怪卡，假设我们现在目标怪卡。哎、欸，怎么哪有沙堡在路中间的啦？对啊，我刚好看到啊，挡路。哎、欸，看到，我看到，快！我看到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，雅士，上面有台跑车，你看我的点，现在一点，你看我现在这个点，上面有台跑车，没有人。啊，我去抢，我看可不可以抢到，不确定。我现在开吉普车过去。哎、欸，有机会抢到哦，有机会抢到，有人。我想到啊，可恶，被坐了。假设你在哪？我、哦、快到了，差500公尺。一个空位而已，因为有一个人偷上车了，我尽量不让他上车。你等我，你有看到跑车吗？我现在还在路。哇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我第一次观众场抢到怪卡、欸，第一次，我真的是第一次抢到。呀，马上来。我在下面。好，我吉普车要开过来，你等下会看到。要追我，我要赶快走。你待会看到黄金吉普车。我跟你讲，你先跟着我，然后呢，我会帮我帮你撞后面的人啊。好，可以。那你等下有机会，可我还有一空位啊，只有一个在跟你。给队友，快点上车啊！快点，我给队友，快点，因为他没有车，快点上车。好，可以，他上车了。哇！你要是后面有人，撞他们。对，撞。哇，没撞到。好 ，OK， 你就先开那台好，还是要开别台？没关系，我先开这台。他在蹲着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撞到你了。我撞到一个人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换跑车？我跑车刚啊，可能被开走了。没关系，我跟在你后面。我跟你讲，你方法可以撞到人，绕圈圈很好撞，我都用绕圈圈撞吧。你那天不是被撞飞吗？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地方。对啊，不要提起那个好，来，我们把他引过来，把观众引过来。这边我可以直接撞一波。有人来了。我来了！我看到了，我还撞他。你小心，你不要卡住哦，你卡住车会爆哦。发车这种简单的小事，我看到人了，就交给我吧。我们会跳的。他们在想，他们俩想砍你哎，你后面有人哎。我知道啊，没撞到人。他们是想砍你吗？你小心一点哦。哎，下。没事。哑巴吗？哈哈，我现在还在努力的在当越野车呢，还可以。哎、欸，我差点撞到你，我看到你后面有人了，撞到一个，我帮你撞到一个蓝色的。有人上我的车啊！他是想上你的车，他是好观众，他只是想要上你的车，不是要害你的。你后面有个人在追你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你现在可以坐四个人啊，你停下来看他们是要上你的车还是要杀你？不要，等一下我扣血。你可以停下来啊，你停下来啊，哎、来你停下来啊。我没有停啊，我没有刹车啊。我现在是没有刹车啊！哎、哦，雅士、啊，我们来一个擦身而遇，然后你帮我撞后面的人。你要怎么撞、啊？你等一下切你的左边，我切我的右边。
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他跳起来，都到吗？都到吗？没有没有，他跳起来。哎呦，蛮高招，哎呦，有听到刀子声了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啊，可惜我刚刚我现在身上也有两个队友。嗯，我现在这边一车三命，还有一个敌人，还有一个其他队的加入我们的行列。哎、欸，我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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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默契，有默契，有默契。这是闪装，哎、欸，要走，要闪了，快快快！哎、欸，赶快、啊，要吃毒了。先闪了，我先闪了。先去前面那个桥那边。我刚才想说可以把多一点骗过来，就没有多人，没有多人混战的感觉，对，太可惜了，就一点点人而已。快，后面两个在追啊！好啊，歪。哎、欸，这台跑车，亚瑟，你快来！可是快爆了、欸。啊，那边啊，那边啊，我还是开吉普车啊。哎、欸，差一点点，没撞到、哦。对，有，哇，他们开跑车了啦！有个开跑车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好不容易帮你找到台跑车了，说，他们还在你后面吗？对，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他们在挥、欸，撞到一个。碎，他刚才挥我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我来，让我来。他在哪？那他跑上去了。哇，这个卡车回转太大了。啊，我又撞到人了。碎。我再撞你。好，我帮你。哎、欸，有人卡在我车上了啦！哇，好刺激，哦，加油！哇，我撞到一个人，好像是他的队友，要救他。你是他。好 ，OK。先收，先扫掉一个敌人再说，现在有点危险。不好意思哦，哎、欸，没撞到。收掉。你收掉了。那你撞掉几下了？刚刚撞那个死了吗？我还没。我帮你收，我收掉，是一个，我帮你收掉了。哇，斜波战，斜波战了。可以，斜波战可以。我们要不要去上面农场？欸、有人躲在树后面。看俩都可以。后面有跑车。哎、欸，斜波战对我们好是好事哎、欸，亚瑟。我们两台都是修旅类型的车，所以我们斜坡比较快。你还记得吗？对啊，我知道。爬。对，那我们就站这斜坡就好，先站这斜坡。跑车，其他车会比较慢。嗯。你看到敌人？哎、欸，没撞到，差一点点。他往上跑。撞到一个。去瞭望塔。撞到一个企鹅。好，我收一个企鹅。他我帮你收掉。他直接冲下来。收掉了吗？我还补一集，我还补。他应该差不多了。收掉了。好，我们斜坡站。我们两个男生刚好可以在斜坡跑，各位记得这件事哦，因为这个我们之前有做过测试。修旅车跟怪卡都是适合在斜坡上走的车，它车速会比较快，然后其他车的话会比较慢一点。所以没撞到。主场，我看到人了。没撞。哎，残血，没死。可恶！哎、欸，好多人来了，大家都来这边了。对，大家都来玩了，都来玩卡车来抓你的老爷跟员外的游戏了。老爷不要，老爷偏要。哎、欸，撞到一个跳起来的人。哦，有人砍到我了。哎、欸，后面有人在砍我的车，亚瑟小心，后面有人要砍你，我来帮你了。哇，他跑好快。哎呦，撞到了！你、欸、后面超多人的，我帮你撞飞两个。我帮你撞飞两个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小心！有！哇，好多人哦，好像蚂蚁哦，这么多人！哇，都没撞到！哇！哎、欸，我们来，这个人超轻松，都不用做事。来，亚斯哥哥面前，来啊！在砍我的车啊！来，撞流撞你！你、欸、等下上面说上面哦。好。有人砍我车，亚斯帮我撞后面的人。我现在没办法，我现在在撞死人。老一，我回转了，来，带过来。哇，你带往上，我撞不到。我先把他引走，我先去平地哦，上面。这边小心，等会卡住哦。有在瞬移。待会再去楼下检查一下。好、哦，完了，收圈了。两位小心。在救。哇，等一下是中间决战呐、啊。好，哦，又倒进来，我进来了。哦，有被打，有被。
去了，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了。没事。有在看我车。哇，怎么决胜是这里啊？好烦的地方哦，真不好开、欸。哟，两杀。对，我也两杀，我平手了。有人躲在上面。真的很嗨耶、欸！剩三十九个。哇，我现在只怕卡住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决胜这个地方不好开耶、欸！怎么那么多栅栏呢？真烦。我要还有十秒，是不是？我要进去了。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，拼波了。我叫你尽量不要让他们砍到我的车了。我撞到一个人。哇哇哇！要缩圈，要缩圈，要缩圈！我今天会赢，我要感谢各位观众，也感谢我的队友，也感谢拿铁啊！谢谢刚刚被我撞的人，我刚刚不是故意撞你们，刚刚有人在喊我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地方跑，我就只能转圈圈，你知道？哎、欸，我真的努力把怪友开到最后，而且你也是、欸，哎，你好强哦！我刚刚把不骑吉普车开到最后，你是唯一一台吉普车开到最后的。对对对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骑士吉普车了，我以后都开吉普车了，我不开，欸、我不开跑车，也不开摩托车了。你要讲一下我刚刚策略，斜坡流是很好用，斜坡真的是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是对，因为车跟跑跑杆，你就是绕圈很容易撞到人。今天先玩到这边啊，之后呢，我们还是会开观众场，开放观众场跟其他观众场。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玩的话呢，记得 YouTube 主频道就拿铁跟雅思频道都要订阅 ，Twitch 频道的话呢追踪就可以了。搜寻我不可能拿铁跟你雅思就可以搜寻到我们 Twitch 平台的频道。没错，然后我们到时候玩的话呢就可以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感谢各位。在 Twitch 上面我们有玩一些其他的游戏，对，不一定只玩不一定只玩 FIFA， 也可能会玩其他游戏。嗯，对，好的，感谢今天的管理员跟各位观众，那也祝大家一个美好的夜晚，考试加油，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毕业快乐，下个游戏见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